来接入我们的先放的开机，上面有一个中文，然后按住，把那个参数设定什么全部代偿啊、速度啊全部调一下。现在我们就是已经调好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的温度。温度的问题就是根据我们的膜来设定我们的温度。 温度全是都是可以调的啊，对，温度打上去以后就可以开机了，准备好了吗？ 好，开始。给我看一下包装，包装好的样品，包装好的样品。